Hi everyone, it's Keep Baby Pants. So Merry Christmas. I hope everyone's having like a festive season. So I know that HoYoverse is supposed to be around here somewhere, around the stairs, but I don't see her. Like before I started recording, I was looking for her too. But I think maybe I missed her. So, well, I missed like the first day people too, cause, well, I didn't know. And then I saw on Twitter later that you're able to go around the courtyard and like just talk to like Neville, Aika, Aito, and like everyone else. And it was just kind of like, ugh, what a bummer. Me just like not knowing where to go. And didn't explore because I was so excited and I really wanted to start like the next day's mission. So, both the filming an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Ugh. 大家辛苦了。今天是两位主角的杀青戏，我们已经离成功不远了。杀青是什么意思？ It means that we're almost done, right? 哦，你懂得真多。这场讲的是两位冲枪手与伯爵的最终对峙，动作戏会比较多。 大家按照之前排练的来就行，准备好，三、二、一，开始。今天的夜色可真美，不是吗？让我想到了10年前的那个夜晚。嗯，这么一闻，我甚至都能嗅到花草茶的香气。闭嘴！你这个害死了母亲的恶棍！ 我亲爱的艾瑞斯，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我可是你的父亲。就算是拔光我嘴里的最后一颗牙，也别指望我吐出这两个字。我的女儿们，你们就和那位愚蠢的母亲一样执迷不悟。在这个社会，有了金钱和地位，就是有了绝对的力量。她以为用孩子就可以要挟我。 向我提要求，不不不，他太天真了。母亲从未向你提过什么要求，他只希望我们像其他人一样，过上安稳的一生。是你们亲手酿出了名为偏见的毒药，害死了母亲。和这毒药比起来，你即将吃到的两颗子弹，已经算甜的了。<笑> 所以说，你们和他一样天真，以为有两把枪就赢了，就让我看看，是金钱与地位更厉害，还是你们手上的枪更厉害。I imagine the dad to be older. 姐姐，他们人太多了。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use Ike。没事的，艾瑞斯，我们掩护彼此，母亲也一定会保佑我们。 Am I done? Okay, I'm done. 你输了。想不到，区区两个丫头，那里也不是我们的家。告诉我，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你们失去了母亲，杀死了父亲，除了一身罪名，还能留下什么？ 留下了正义。Oh, that's a good shot. 结束了，终于结束了。
姐姐，接下来你会去哪里？我不知道，艾瑞斯。可能去一个开满鲜花的地方吧。母亲以前常这么说。你呢？我想先去给母亲扫一次墓。嗯，不错的主意。姐姐，你看。怎么了？母亲最喜欢的红彩蔷薇开了。精彩，真是太精彩了，我也没想到这条能拍得那么顺利，一气呵成。我宣布，两位主角的戏码杀青。林华、肖沃雷，恭喜你们。 I can't believe they're done. 谢谢各位，没想到肖沃雷和我的戏份这么快就拍完了，还真有些舍不得。我能理解，想到再过几天就不能玩打板器了，好遗憾啊。拍影影还真是件开心的事情呢。肖沃雷也很棒，那句留下了正义简直太帅了。这的确是书中我最喜欢的台词，以前读到的时候还经常在自己房间里比划。真看不出肖沃雷你还有这样的一面。坏人被制裁，正义战胜邪恶，有谁不喜欢这样的结局？别忘了，我可是枫丹特巡队队长。报告队长，有紧急情况需要汇报。抱歉各位，我先失陪一下。你放心去忙吧。怎么这就被喊走了？我还想来夸夸他呢。似乎是有要紧的公事要办。哦，那还好今天你们的部分顺利，不然拍摄计划调整起来还挺麻烦。对了，我是来告诉大家今天可以提前解散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还有林华小姐，你的演技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真的不考虑来当专业演员吗？我刚好知道有个优秀的剧团在招募女主角。谢谢福尼娜导演的肯定，但到期社奉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操办，我无法长期留在枫丹从事演艺事业，我会将这次的合作经历当作一份宝物珍藏于心的。好吧，真是可惜，但如果你改主意了，随时来找我。我也差不多告辞了，虽说我的戏份已经结束，但之后几天我还是想来现场帮帮忙。旅行者派蒙，我们明天见。明天见。 She's so cool.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呢？也不知道今天还要不要和夏沃雷一起调查。旅行者派蒙，跟我来。啊，去哪儿？我们的船终于撞上一座孤岛了。 OK. Where do they want us to go? Oh.1,000 meters away. I wonder what we found out. Okay, let's see. What did we find out? I wonder what we found out.累死我了，拍完戏还走这么远的路。所以肖沃雷，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做什么呀？没错，虽然不是决定性证据，但也是关键的一步。你们听过艾梅莉埃这个名字吗？哦，是那位著名的调香师吧？他和我关系不错，偶尔会帮我解决一些难题。我不久前将案发现场留下的红彩蔷薇寄给了他，毕竟他每天都在和花卉打交道。结果呢？花卉上没有留下什么其他的痕迹，土壤样本也没什么特别。但艾梅莉埃发现，犯罪现场留下的红彩蔷薇是一种特别稀有的品种，
红彩蔷薇还分品种，这种花不是在枫丹野外遍地都是吗？任何花卉，人工繁育和自然条件下的生长结果都会有所不同。我们之前知道，案发现场的是人工繁育品种，但艾梅利埃凭借她的专业本领，为我们进一步缩小了范围。哦，也就是说，只要知道谁家种了这种品种，他就很有可能是犯人，对吧？没错。在进一步对购买记录进行交叉比对之后，我们发现，枫丹只有一个人种这种品种的红彩蔷薇。真的吗？是谁？就是那位作者。哎，可你不是说……我到现在也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不认为他杀过人。但这不代表犯人没有到过他的家中，或是他没有向犯人出售过自己种的蔷薇。不管怎样，一场问话是免不了的了。那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就是作者的家。Okay, so someone's house then.Oh no, I don't want to do the commission right now. I'll be right back. 见到了这么美丽的景色 okay, I'm back. So I just needed to do the commission or the daily thingy because I totally forgot I do my dailies before starting. Where are we? 40 meters? 该出发了 Lower? Oh. This doesn't look like someone's garden or house.那种房子就是了。哦、oh, okay. 周围好多机械警卫，普通人的家不是这样的吧？按上次和他见面的说法，这是希望不被人打扰。他院子里种着好多花，但要避开这些警卫去摘也太困难了。所以我觉得他和犯人的关系肯定不简单。我们要去敲门吗？安全起见，还是让我解决一部分机械警卫再去吧。这么远的地方你怎么解决？派蒙，你是不是忘了，我可是一位真正的冲枪手。 Oh, she's gonna sniper them. Or are we gonna sniper them? Oh, we are. Because I think we're in that daily game we do this too. Ooh. Oh no. Wait, how many times do we have to do it? Oh, okay. There. I don't know, this is actually pretty fun. And then, last one.我们走。等等等等，一想到那里可能有凶手，我就有些紧张。再告诉我一遍该干什么。我会先去敲门，确认屋内的安全，顺带问他愿不愿意去一趟警备队。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他。不能直接逮捕他吗？我们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就是凶手，或者协助过凶手。不过我希望在我敲门的时候，你们能帮我采一株他的红彩蔷薇，方便之后带回去给卓影婷做比对。好，这没问题。夏未蕾，你也小心。Okay, I thought the garden would be more, I don't know, elaborate since he's a florist, basically. I guess not.Oh, that we're supposed to pick flowers. Badister 先生，您在家吗？这么晚了。哟，是夏沃雷警官。Badister 先生，您介意和我一起去趟警备队吗？关于案件，还有些问题想问你。
还是上次那个冲枪杀人案吗？我暂时无可奉告。那就是没错了。巴蒂斯特先生，您的回答是？哎，夏沃雷小姐，我就为你省点功夫吧。还有那边的两位，也省下你们摘花的功夫吧。这些花苞还没到开放的那一天。Caught red-handedly。您指的沈功夫是？人是我杀的。他承认了。That's a bit。几位放轻松，我身上没带武器，枪埋在后院里了。我有义务提醒你，巴蒂斯特先生，你现在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会成为审判庭上的重要证据。我当然知道。我讨厌这种感觉。讨厌我认罪了，还是讨厌自己错了？二者皆有。Wait, so why did he kill him? 在小说中写的是一样的理由，为了复仇。我知道，你们没有查到他和我的联系，不然我早就去警备队了。但我永远记得他的脸，就是他杀死了我的母亲。你母亲如今健在。你知道我是被领养的，我说的是亲生母亲。这些可没写在孤儿院的记录里。母亲在眼前死去，足以让一位六岁的孩子学会用谎言保护自己。所以小说中的那些都是真的？不，当然不是。小说经过了艺术的加工，但我是一位妇人的私生子，而那位妇人杀死了我的母亲，这是真的。你杀死的人可没钱。他是被金钱雇佣的杀手，为了摩拉而对一位手无寸铁的母亲下手的禽兽。如果真是这样，你就不该告诉我们这些。你还没有杀死真正的幕后黑手。真想不到这话会从一位特巡队队长嘴里说出来。我在怀疑你做这一切的动机。很简单，我累了，不想再背负这一切了。你可能觉得我是不敢开枪的那种人，那么你对了，开枪后所带来的一切才是真正的磨难。你就这么放弃你的复仇？那人有太多的权和钱了，我深知自己一个人已经无法完成复仇。那又如何？你书里可不是这么写的。我以为我俩之间我才是罪犯，你是在教唆我去犯罪吗，警官大人？那位妇人叫什么名字？你怎么证明自己说的这一切是真的？我想和你单独谈谈。不如去警备队谈谈。不，只有这里才不会被其他人听见。行，你说吧。我指的其他人是除你以外的所有人。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I think that's fine. We can go. She's strong. 好吧，拜托你们了。夏沃雷，注意安全啊。你说吧。你真的愿意相信我吗？我得听你说了才能做出判断。好吧，那你听好了。事情都串起来了。看来你是相信我了。你希望我公开事件的真相吗？不，当然不，至少不是现在。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读过我的小说，你觉得呢？
就算你现在去向报社公开这段信息，得到的也只会是当事人的否认。事情过去太久，快20年了，证据早已消散，就算曾有孤岛立于海面，现在也早已沉入深深的海底。正义永远不会找上他的。不试试怎么知道？我知道你作为特巡队队长是站在正义的那边，但你真的觉得牢狱治安是对他的正义吗？我打赌他能在梅洛彼得堡里活得很好。你想说什么？我去过你们的拍摄片场，你演的冲枪手很帅气，对罪恶之人扣下正义的扳机，你不觉得这才是他应受到的裁决吗？你想让我现在放了你，好去完成你的复仇？不，吓我雷警官，我知道这不可能，我希望你替我完成复仇。 She gonna do it?夏沃雷好慢啊，他们到底在聊什么？我好担心他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这我倒是知道了，你说幕后黑手到底会是谁呢？那位作家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听到？ Who's the other rich person? 旅行者派蒙，让你们久等了。夏沃雷，你们谈得怎么样？So, I think it's probably an investor, right? 我已经叫人将巴蒂斯特押送回警备处进行审问。后院，如他所说，藏着作案的枪械。幕后黑手的名字呢？他的确和我说了。不过，我现在得回特巡队继续处理。接下来几天，我大概会忙于案件，不会来片场了。好吧，看来是不方便说呢。那我们会关注蒸汽鸟报的。事实上，我还有一件事想拜托二位。Oh, that's exciting. That was kind of short compared to like the other ones, though. But okay, I'm really here, and I will continue that one shortly. But yeah, okay, next day.